干嘛？我这小家伙这两天就是有点调皮，不知道是不是知道他爸不在家。然后吃牛奶，因为吃不了多少，母乳的话我母乳不够，因为他在保温箱里面待的久，然后我就没有，就是我没有一开始没怎么吸，干嘛？干嘛嘛？所以的话，他母乳就很少，一天可以一天有200多毫升，我挤出来有200多毫升。然后他现在又不怎么吃那个牛奶，吃牛奶的时候就，我问那医生要干预一下嘛，那医生说暂时不用理他，他说会有这样子的，真的好愁哦。不过这两天我也没有怎么跟他玩，没有跟他怎么做运动，就是晚上洗澡的时候做一下，白天的话就是我小姑子帮我带，我要发货太忙，所以就没有带他。这个红薯干说实话真的很好吃，好软。其实我上次很多朋友说我叫我不要吃这种我问了医生，医生说可以吃一点没事的，我也不贪嘴，不随便吃一点。我问他可能是知道他爸不在家，这两天有点不爱理我。